不知道玩啥就随机挑战吧。第十六天，自分の実力で勝つってばよ。哎，我这也是纯浪吹的，我怎么第一个选完我选了一个全随机？全随机太吓人了。这，哎呀，好了，告别我们的娱乐模式，我现在进入专注模式了。先抓，没有抓到，直接平 A 过去，大胆，大胆，妖孽，来替身，嘿。一二三，闪而破，接不了吧？你走。嗯，小伙子有操作，再来。我来来，我就胡乱 A， 我就胡乱 A， 一通胡乱替身，想走，这一次还能顶吗？没事，该我了吧？我也用通灵顶。哎，拿到了。一二三。接一个组合技，防止他替身。敢替身就直接打招呗。お気に上げだ。他的第二个忍者是植物人，碰见其他忍者我可以乱 A， 我玩面麻，不是面麻本身他就是一个乱 A 的忍者，但是你碰见植物人，我是不敢乱 A， 我恨不得跟他离八百里，我们两个之间的距离是越远越好，你只要别靠近我就行。哎，还是被他拍到，没事，走。你，哎，他这个通灵教的有点迷啊。哎，走，我们之间需要拉开距离。哎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风头，普攻，罗旋岭，嘎嘎嘎，枪眼锁，还可以再封一下，哎，没封住，直接大招呗。お気に上げだ。最后一位青年雷子，一二三，走，抓空，闪儿接上，锁喉锁不住，哎，他霸体应该会直接冲过来，没冲啊，继续平 A， 站在中场平 A， 你在哪我都可以哦。一二三，抓你，我只要控制好中场面麻，基本上就是无敌的。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太满？你看就这刚说完就挨了一个大嘴巴子。替身大咔咔，还是一顿回平 A， 接组合技啊，不替身还是替了，闪接上，哎呀，闪就要早了，那没了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我也是命好，幸好我随机的最后一个忍者是我的守门忍者，来过来，神婆卡库里库的可以霸体，哎呀，目击天使，你已经陷入了龙豆的攻势里面，起立，强人所难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喜欢的不要忘了给波关注哟，拜拜。